你说我打错了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不是啊，咋的啊？我买枪。你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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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寒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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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打啥的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给我打！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钉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不敢接白球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黄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我老王也不用一万，我只有一万。我爱你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让你纠缠不休的理由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多余的故事，也只有你这一件事。